Thank you.
三浦翔、张玉瑾嘅比赛系女子双打，由日本嘅福岛由纪、广田彩花，对丹麦嘅副将沙拉、裁判王志光、黑球裁判林淑娟。 女子双打，由韩国嘅李章美对中国香港嘅裁判，裁判来自日本嘅李海龙，发球裁判罗婉华。
係嗰度都。Thank you.
將會舉行嘅比賽係男子雙打，由印尼嘅域其他男伯不亞交對中國嘅何子平、黃海翔，裁判許志成，發球裁判嚟自意大利嘅 VATRP。第一代都唔覺得喺度，即係我發現呢度。